Hey， 大家好，我是信号，我刚刚给 Hi Marlo Sit。Hey， 大家好，我陈浩，相信你看到片头的这个凄惨的一个030的一个战绩，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耻辱的一天呐、啊。那我对手呢是这个鬼舞者的马洛斯哦。那其实我对于马洛斯的打法来讲，怎么讲，就是对线打马洛斯，基本上我不太会怕、哦。那我选择出装呢，也会有所跟动，我会选择直接上这个武器哦。就是攻击武器骑士宽剑，因为对抗马洛斯大家都打真伤嘛，对吧？那你的护盾再多也没什么用，那基本上只要能打出真伤，好不好？你的二技能只有缓速牵制的效果，但是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我们打真伤了，我们只要攻击比对方高啊，那对方血量不要撑得太多，基本上很好打马洛斯啊。那你只要在打的时候呢，跟他贴近一点，这边的话看到对方的马洛斯，哎、欸，他就少砍我一刀啦。那我们这边要注意一下走位，他砍我一刀，我再砍他一刀，这样砍下来其实呢，他比较亏的、喔。那这边一样，我们就靠过来，我非常非常认真的在跟这马洛斯对打。那这边再牵制他一下，再挥一下，其实基本上他是不是就要嗝屁啦，兄弟？你是不是就要死了？哇、wow， 他还是被他一个治愈拉起血线哦、喔，有点可惜，有点可惜。但因为我前面先出一把小把剑，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虽然我比他多挥一下，这也是一个制胜关键啊。但是仔细这样砍下来，其实我的血量扣的会更多，而且我又塞一些暴击，你知道，突然被砍一下暴击，那时候那加减，你知道吗？但人家说啊，技能杀洗怎么样？加掉啊，莫待机。这边看我们悟空啊，想要去找对方刀锋的麻烦。悟空也带的是这个血煞修罗的一个造型，但是我兵线来了，我稍微清一下兵线。那我知道悟空跟这个，这个，哎呀，这刀锋血量也太残了吧！悟空你不追啊？哇，这个悟空不追啊？好，没关系，算了。那底下呢，凡恩呢是直接在单杀掉我们的拉兹啊。这版本的拉兹呢，改动呢也是改的还不错啊，就是他的一技能，而不是被动的低下就能够造成控制哦。那这一次马洛斯的整体伤害呢都有所提升，而且加的是什么？加的是他的基础攻击力啊。那你的攻击力就是取决在你的武器，对吧？那所以这版本马洛斯非常适合出王者或者甚至是狂暴手套一些有加攻击力的一个装备啊，因为打起来会更痛。那这边话哇，趁我在看装备的时候，哇，兄弟啊，别啊，哇，两个上四等的兄弟啊，不是两个上四等的家伙欺负一个人啊，哇，我直接被马洛斯砍爆了。那这个真是耻辱啊！你知道，看装备的时候突然，那拉兹奶过来啊，加西，这样啊。那这边话本来想帮中路拉兹蹲一下，因为其实这场比赛可以看到对方在对凯撒路的这个爱护度来讲是非常非常高的、哦。就是我一直常常受到关注，而且我打嗨，你知道马洛斯对马洛斯就是有一种，你知道，就是一定要决一死战啊。那这边他少挥我一刀，我吸一下，我知道你在草丛里，我这边再扭一下，再躲掉他一刀。那这边的话，其实要硬砍的话，他绝对会砍输我的，护盾再大也没用啊。那这边一步一步砍，一步一步砍，一步一步砍，砍一步一步砍，哎，这个马洛斯还不走，他注定会被我砍死，好不好？我这边一个大招瞄准他的走位，直接 bang。那这边的话呢，再走一个位。那被他砍到，不过再吸，但是我看拉兹又来了，完蛋，我又死了，我再缴一个资源也来不及了，我又要死了，好，掰。好，这是这个第二死啊，真的是非常非常丢人啊！这个我真的玩马洛斯玩那么久，对线马洛斯对线这么久啊，真是一个耻辱，你知道吗？一个弱子，这边带掉这个兵线之后，我现在学乖了，我不敢出去，我不出去，没有队友来，我不出去，没队友我是不会出去的。但是因为对方马洛斯先出的是防装，所以我先出攻击装，所以互砍的话我一定会赢。对，所以然后这边又看悟空过来帮忙，然后当时直接跳过来，我直接一个大刀想牵制他，但是对方刀锋也是跟的相当及时哦。哇哇哇哇哇，好说好说好说啊，兄弟，完了，这边直接又是一波 GG， 在这边呢直接拿来一个030啊，好不好？一个嘟嘴唇的一个符号啊，030。这边这个超人推的是跟我这是默契真是不错啊！我就是要回他、啊，但他直接把我推进去啊！这边的话看到对方马洛斯又跳大招，这么轻易的大招真的是，对，还需要这个经验来讲呢、啊，还是不太足够了。就是因为大招 CD 还蛮久的、啊，但我觉得这么早就把大招交出来其实是不太好的，因为你完全不知道后面你大招是要拿来追击还是拿来逃脱的。通常直接跳大招，只会让这个战局呢，怎么讲呢？就是完全的。没有任何效应，
就是如果论一打一之类的话，除非你真的是很致命的，就是用大招去躲招啊什么之类，然后刚好可以多砍别人一刀，那我觉得是可以。好，那这边的话呢，中路这波兵线，因为对方拉兹又去支援了，对方拉兹真的是车子，你知道吗？就是我也不知道，反正他可能家里开自行车的，啊，到处支援，你知道吗？那你知道吗？啊，到处支援的。那最近呢，是我有呢，跟这个不知道我的观众知不知道 OK 蹦这个 YouTuber， 因为我去他那边留言的时候，其实有蛮多观众知道 YouTube 这个 OK 这个人哦 ，OK 蹦这个 YouTuber。那反正前阵子就是有跟他吃个饭这样啊。那他自己呢是有在做这个，除了 YouTuber 是正职以外，那这个全职以外，他也在经营一个手机壳，好不好？创意手机壳，有兴趣的人可以去他的网站去查一下，他叫做 Sojic， 对，就是手机壳 Sojic， 那是他一个自创品牌。那当然我也是支持了一下，我也请他帮我刻制了一个我自己 logo 的一个手机壳啦。那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支持一下他的频道，他是算是走一个蛮有创意的一个 YouTuber， 然后饶舌这样。完啦完啦，兄弟，我没砍到啊，没砍到就要退啦，好不好？没砍到就要退啦。这边的话呢，是不是换我砍？我砍，不行，我想对马洛斯就是要打马洛斯，就是一定要贴近啊，你知道贴身砍法，就是想办法的让他砍出那一瞬间走到他后面的，这样才能躲掉他的这个拔刀斩哦。那你看他想砍我，我们这边就只能一换一。我看到超人过来了，终于啊，有队友的感觉真好啊，兄弟！再来，再来，再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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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碎碎碎，再推，再推，再推 ！Yeah yeah，check it 啊哈！我看我大招也是不必缴了，这边话掰了，终于有队友啦，我拿到第一颗人头啦 ，happy happy happy！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最近有一个就是一个 app 吧，反正就是配音的 app， 就是这个。就是有一个天主教的神父吧，然后不是在帮那个婴儿受洗嘛，然后就什么头脚什么哇头啊什么豆咖什么，反正最后呢就是他不就是抱起来，然后小婴儿就笑很开心，然后说 happy happy 好，他可以站掉，超好笑的。那最近我有看到一个也是。好像是拿海牛来那个吧，哦呀，这刀锋这瞬间伤害太高了吧，我先走了。他讲海牛的，他就是一个北北，然后就是讲一讲一笑，然后什么，反正就讲说什么，他从比赛出来，然后有一个人问我，啊，你是海牛，然后就是跟他要罗的套装，这很像什么，你知道？这很像就是有人突然私讯我说，陈浩，这个纳克的装怎么出？好不好？大概是这种感觉。这边的话一个大招，我直接跳到四肢啊，但是还是自不量力啊。这边的话，我以为可以好好的屌虐一波，当然是直接GG史密达。但我觉得我个人好像比较适合，因为我刚刚一直太执着于在跟对面毛师单挑，然后还有再加上自己一直被对方这个单杀，所以导致我参与会战不够多。但我觉得我的毛师是属于那种。比较怎么讲呢？这个看那个刀锋14级啊，我12级啊，你14啊，我12。那基本上这刀锋没什么位移技能的，我们就是很好砍啊。那这边一个大招直接再挥一刀，再吸他开大招之后有一点点减伤，但是对于我来讲呢，他完全打不赢我。就算他14等啊，但是经济比我高，但这就是马洛斯强势的地方啊。马洛斯在前期跟后期来讲是非常非常强势的一个角色啊。那这边看到对方马洛斯靠过来，那我是选择先拉掉，因为我血量也没那么多，所以我就选择先回家。好的，那这边的话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整体的经济而言呢，我们经济在前期因为死太多次，所以稍微经济比较低，但是游戏呢就是 never give up，OK，never give up， 所以呢我们没有保持，对我们没有放弃，慢慢打。慢慢把经济打回来，对方美娜在这里，我看到这马洛斯，这边吸一下，这超人开大招了，海牛式超人就是怎么样，直接把对方的塔啊，从对方塔呢推到我方的塔，海牛式超人，我真的永远难忘他那场比赛啊，有一场比赛，对，直接嘛把马洛斯嘛从自己对方的塔推到自己家的塔来，然后。
还有一个就从上路啊，然后扛了两次上路，你知道，走一路从上路开始狂飙啊，飙到中路的时候就扛塔扛一下，到下路的时候再扛塔扛一下，而且那只血量真的非常非常惨哦，就觉得他算的真的很准，这个年纪轻轻17岁的这个年轻小伙子、啊，那这话我们只要挡在前面啊，对方应该是不敢往前哦，成功的直接把对方的这个上路的高丽塔拆掉了，拆了一个蹦下卡拉卡。这边看到对方的刀锋宝贝，这个机会难得啊，要抓要快。看到悟空血量会不会很残？赶快的，先开一个治愈给他，不要让他有这个机会被抓掉。这边的话，马洛斯，来，我直接把他们引出来，赖，好不好？赖。这边的话呢，对方的美娜想要抓我们的勇，我保一下。马洛斯能保的技能就这么一个大招而已、啊。那这边成功了，再带，这边直接让对方死了4个角色啊。那成功的打出一个漂亮的逆转胜，对方最后成功的投降，好不好？你看这么一投降，我们是不是就是一定要订阅一下我的 YouTube 频道，然后也要去追踪一下 IG， 因为你可能会很想知道我日常生活中在干嘛。我今天可能又掉钥匙啊，我今天又去刺青啊，什么 blah blah blah， 好不好？好啦，那以上就是我的这个马洛斯的一个有点残酷的一个实战解说。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面喽 ，See you guys， 拜拜。